来看物价还是持续的在飙涨哦。主计总处呢就公布了四月的 CPI 年增率是1.65%，这是14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。那么其中呢，食物类涨了5.04%是最多的。那么外食的涨幅也高达了3.03%，飙上了62个月来的新高。那满目的菜色在架上一字排开，在台湾就有超过700万的外食族，这些人荷包恐怕又要更瘦。根据主计总处调查，四月外食涨幅高达3.03%，每月的外食费用会增加184元，创下62个月的最大涨幅。外食也是有稍微贵一点，就是涨5块10块啊之类的。不止外食涨，水果涨幅也有19.3%，涨最多的就是芭乐，一斤从36元涨到59元，涨幅突破60%。香蕉则是每斤43元涨到60元。涨幅也有40%，对的，尤其是吃的涨得最多。以一个月支出6万元的家庭来算，得多花255元买水果，买肉也要多付163元，等于一个月开销多了418块。毛猪价格每斤快破80元，端午节粽子需求大，还不排除再涨价。像便当啊，什么都涨价。几乎全部都涨，感受当然是大家荷包就缩水了啊！综合四月的 CPI 指数为103.73，月增率0.66%，年增率1.65%，也是近14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。最主要因素就是食物类的涨幅涨了5.04%，影响整个 CPI 上涨1.29%。物价急涨，水果、猪肉、外食通通上涨，政府说要平抑物价，小老百姓怎么看不出来？东森财经新闻，王传翁、林奇台北报道。